古人认为冬至进补有平时的三倍之功，冬至节气一定要养好阳气，否则会让整个冬天都过得不舒服，抵抗力下降，更可能给身体留下长期隐患。冬至如果养得好，则能给未来一年的身体健康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，所以每年冬至一定要喝补心养阳汤。有些朋友不吃肉怎么办呢？今天分享补心养阳汤的素食版本。当归6克，黄芪30克，肉桂9克，大枣3个，川陈皮半个，以上是一人量，如果人多可以按比例增加。将全部原料用清水浸泡30分钟，焖泡或炖煮一小时，可以反复煮3次，这一天就用它代茶饮。如果您有小腿浮肿或腰腹冷痛或胸闷的问题，那么补心养阳汤可以一直喝到立春节气。